这把开多少？老朋友不给你开价50，现在开价都乱开的，这种上调能开50万？怎么乱开？你好好看了。15万能问吗？给多少？18万。真给过，假给过。18万，重新问一下嘛。你看你这一板上面货头、货中、货尾全部都有，边边角角也值钱的。其他这些边角做挂件卖不了多少，卖个几千一万的。你好好看，再加就有机会。整数嘛，20万，别人给才给到18万。我帮你问一下。这个桌位上全是棉，这里还有半圈乌鸡的。帮你问了。成本都要25万，那是他买贵了，你不能让我买单吗？这条货头我给你打高一点，打10万。这条货尾打5万，这条只能卖8万，总共就这一条好一点，其他两条都卖不上价。一人让你过23万8，看不到你拿去。再加一万了，21万。对了，22，你给我数钱。实收看不到，你要的话22万整。这个边角卖不了什么的，拿青花条。22万拿下的板料呢，已经拿回来了，咱们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。这个板料的背面呢，一共是画了4个座位，但实际上这块板是出不了4个的。咱们反过来看，那翻到正面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裂，底下位置的话，连个贵妃都出不了。那重点就在于这另外3个座位，你看整个颜色真的它是非常阳的，这种就是很纯的一个阳绿色，也可以叫做果阳绿。那这3条当中呢，是有分成货头、货中、货尾，每一条的话它都是有各自的一个特点。咱们来看一下，你看货头上面它整个底妆是最干净的，颜色也是最正。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乌鸡哦，它是隐藏在内部的一个小棉点，当然咱们做手镯的时候要把这个棉点尽量给它避掉。那货中这个位置它的棉就会明显一点了，在中间这里呢有很长的一条棉线贯穿过去，而且这一大圈的位置它也是露白的，等于说这一条的话它是做不成满绿，但是整体价值还是在的。那中间这一条为什么叫货尾呢？虽然它有大半圈的一个色，但是在这个板上它就只有这一条上面是带着乌鸡的，而且无论是手镯还是镯心上它都有乌鸡。那咱们今天呢就直接把这个货头给它压出来，但是不能直接压哦，咱们重新找一个手镯圈，把这个棉点呢给它避掉，把手镯的圈口缩小一点，其实整体价格它不会改变太多，反倒会因为减少了这一点棉点去提升它的价值。咱们拿一个72的外圈重新给它画一下，这个位置也要避开哦，因为像这边有画条线的一般也都是有裂。那这样的话棉点就刚刚好在边角的位置，做出来之后呢一倒角就能够倒得掉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咱们这一块直接拿去上机开压，走吧。手镯已经起货了，整体方种方色，整个颜色正浓阳匀，满圈的蜡绿吸睛又贵气，这样的满绿手镯你想不想拥有一条？